水就直接来这里集合了。他说呢，来这边的会都看到了。由来，其实呢，这以前呢，就是因为有瘟疫嘛，哦，那所以呢，在瘟疫的同时呢，借由我们的神尊的护佑，让瘟疫可以得到平息。所以呢，每一年呢，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呢，在淡水地区就结合了很多呢，大家呢所很多的镇头朋友，还有呢很多呢参与今天呢整个夜访。那夜访还有明天日访的哦，整个的活动的好朋友都会在这两天都会来到淡水哦。当然呢，在这两天呢，一路上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呢，在大街小巷上面呢，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镇头队伍现在正在绕境当中哦。